着把家法。紫薇银是他给我的，不是我娘偷的。傻闺女，他是存心要害死咱们的。我听说赵元刚这几年对你不错，就怕不像你想的那么如意。他要是知道点什么风声，那咱俩可就完了。拿枪干嘛？我得保护你。你敢向他开枪吗？敢。风，为了你，我什么事都敢干。周一到周五晚间八点，周视巨献铁律。